大家好，大葱是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蔬菜。接下来给大家分享，在家里栽种大葱，首先要学会的就是如何培育种子。这一包是大葱的种子，在网上购买的。这个是我提前用温水浸泡好的，泡了20分钟。接下来就是给它培育。我用了这个培育托，这个土壤呢用的是专业的植物培育土，然后呢用水喷到微微湿润，接下来就是培育这些种子了。首先呢，大葱呢是叶类的蔬菜，我们均匀的撒在这个培育托上面就行了，不会影响它发芽。均匀的撒满就行了。接下来的养护呢，基本上每天要给它喷施水物，增加湿度，有利于它冒芽和长根。然后呢就是把它放在阴凉通风良好的地方养护就行了。好了，再见。